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妹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你们好吗？在今天的影片中呢，妹要带来的是在家里就可以跟着做的居家翘臀15分钟燃脂训练，结合了臀腿还有核心的运动，不用任何装备，也不用任何阻力带，就可以跟着妹一起运动哦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训练吧。第一个动作是我们的左右跨步蹲，轮流的往左或往右跨一大步，同时做个深蹲。第二个动作是我们的深蹲跳，做一个深蹲下去之后起身，同时跳起，这是一个很累人的暖身动作，加油。最后10秒，不要放弃，你可以的。稍微喘息之后，第三个动作是我们的停顿深蹲，也就是深蹲下去之后顿个2下之后再起身。下一个动作，轮流的向前跨个大步，同时下蹲做我们的跨步蹲。下一个动作，我们单边的脚往后踩一大步，同时蹲下，接着起身向前踢，再回到起始动作。稍微喘息之后，直接换我们的左脚，接着做，加油。Escape your
下一个动作，将我们的双脚跳开，同时做一个深蹲。那左右手可以轮流的靠近我们的地板，接着再跳回到起始位置。接着进入到臀腿的第二个 part， 我们躺在瑜伽垫上，第一个动作是我们的徒手臀桥。双脚臀桥做完之后，下一个动作是我们的单脚臀桥。先做完右脚之后，待会我们再换左脚。两脚的单脚臀桥都做完之后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把我们的膝盖外开，让我们的脚掌是朝向彼此的一个状态。下一个动作是我们的青蛙臀桥。接着我们从躺卧到跪姿，下一个动作是我们的驴子踢腿。在做驴子踢腿的时候，收紧核心，背部保持平坦，不要过度的凹背。
稍微休息一下，紧接着我们做的是 Rainbow Kick， 跟刚刚的动作有一点像，但是我们是在维持在上方，往左往右做一个刺激侧臀肌的踢腿。两只脚都做完之后，我们侧躺，让膝盖弯曲，起身的时候用侧臀的力量起身，双脚同时的打开。最后进入我们的核心部分，第一个是我们的 plank arm raises， 做一个平板支撑之后，轮流的抬起你的手，稳定住核心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第二个动作不要休息，直接进入我们的支柱平板，用我们的脚靠近我们的同一边的手肘。
稍微休息一下，做我们的俄罗斯转体30秒，加油！接着卧躺，两脚轮流的屈膝，上半身卷腹，用手去碰我们对边的脚踝。接着让我们的两脚垂直于地面，上半身抬起，用我们的手去靠近我们的脚趾。最后一个动作，让我来示范一下，两脚伸直，在快要靠近地面的高度，朝向彼此稍微碰个四下之后，再度回到屈膝的位置。来，我们往返做个30秒，加油！有完成这个训练的你真的是给你一个赞，非常的棒。那没事的话就跟着妹做个两轮吧。如果你喜欢这次影片的话，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呢跟你的朋友分享，一起来挑战妹的 workout。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